大，换大。哦哦哦哦，这圣怪塔，哦哦哦哦哦哦，这圣怪塔效率怎么这么好啊？是效率也太好了吧？我突然踩到毒啊！叮叮叮叮叮！痛痛痛痛痛痛！快死了快死了！哇！你那个密室可以密室啊？撞了，我不知道纸箱。玩这局空的，真不愧是可以撞破。一起下去，一起下去啊！啊！他没抓到我，他没勾到我。哇！我被抓了，我被抓了，我被抓了！啊！我要死掉了！哎，干嘛啦？都是A等杀的，超凶凶！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！哎，走错路了，对不起。是不是这边这边这边？补这边先补一下补一下。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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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补吧补补补补补。哎呦，真的是吼！真的是吼！够够够够！哎呦，打错人！嘿嘿，你戏不戏色我？因为我刚刚看不到路，看到黑影就开枪。换球！换球！停啊！停啊！右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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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右转有毒！右转有毒！右转有毒！啊！对不起！没毒没毒没毒！没毒没有毒！啊！又打我！打我了！你是谁？哈哈哈！洗碗了，洗碗了！里面需要帮。我应该弄洗碗了。你在吹鸡哦！鸡哦！鸡！电报啦！我在跳，我在跳！跳不错！等一下！这叮！哇！我剩两滴。一推里面叮！我等下被一个小指甲猫到，我就死了。就吸了，踢到一个小石头，哎呀，我死了。对，哎呦，踢的啊娘喂哦，英雄贵哦 ，Aiden 在后面。哎呦 ，Aiden 来不走，叫 Aiden 不走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就是你不要躲在后面。我虽然我剩两滴，我还是要打爆你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啊、我倒了，不用救，不用救，你们快跑。谁啊！我射爆你！可恶！是谁啊？你死了啦！哦，没事。啊！进来之后要往哪边走啊？啊！左左右右，右左右右。进来。我帮你声控一下哈，你在哪？在这里。对对对，你等下就要进去了。哦，来了。你等下我按钮按了。啊！去！左边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。开了！跟着跑，跟着跑，跟着跑！大叔走，大叔走，我没血。大叔在卡门呐、啊！没了吧，云霄飞车，快走！上一次是小雨被云霄飞车撞飞啊！就是我没有被撞死啊！对，因为我被卡住，我被卡住了。推嘞，哦。OK， 冲啊！跳云霄飞车是不是来了？我跳云霄飞车没有没有，云霄飞车不会在后面，继续走啊！你没事啊！左右他、啊，这个全雷打，全雷打，怎么那么容易出 tank 啊？这到一定他就会 tank， 是吗？一定阶段，嗯。啊，我觉得我们连前面都跑不到，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想，你们连出门就是不错的。出这个地下道就很不错了。嗯嗯。一二三 ，Go Go Go！ 推屁啊！冲啊！推屁啊！我被撞了！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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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
这里太多僵尸，我根本没办法打。那个过，那个过，打不了哎、欸。直接略过。我看起来像僵尸吗？没有，因为你知道你的明条没有没有那个框框。我抓到谁了？我痛！有我进的视角可以哦。要到了吗？哎，那个卡卡卡卡卡一下我。卡的。卡卡。咬你吗？好，卡一下。好，那小雨你也补一下。好，我帮你卡，我卡你。卡一下。可是我还没复活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还没附魔，还想附魔？不，这个舌头你也太早出马了吧！好可惜呀、啊！应该忍忍一下才对。对呀、啊。小影去哪里啊？我不知道，走错路了。不是啊。对。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？这样子不好啦！啊！来、啊、救我！走走，我们去角落。是不是应该是？啊！是啦，被巨烂了。不要不要不要弄和凶！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拿东西打我？就是说凶和凶。嗯。为什么？我说你每次都抓和凶啊，都都打。你们是不是怪怪的？没有啊，保护干爹、啊。哎哎，没走出去。队友开始，干爹要活啊！那我就抓你喽！走走走走走！那我就抓你喽！哎呦！哦，走开啦！叮叮叮叮叮！哇哇！你们一直冲哎、欸！你们好猛哦、喔！我啊！我说到前面，阿兄，你要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阿兄，你怎么了？我治疗你，我治疗你！阿兄，阿兄，我治疗你，我治疗你！快点，你的干爹啊！你的干爹啊！做事啊！你的干爹要死了！就干爹，就干爹，干爹，我拿罐药自己磕一下，好抱歉，我没血。跨步，欧北趴，卖欧北趴，队友在前面呐、啊，天哪、啊！所以我的队友伤害才会这么高。没有，那个是对那个的伤害。那个是你当那个对当僵尸的时候，那个叫误射伤，那误伤才是你。我已经解锁成就啦。什么误伤大师兄之类的？对，变巨魔了啊！我是啊啊啊！倒了！啊！我也倒了！啊！那个叮叮叮，好可惜、啊！他们怎么没有过来啊？可恶！不要，因为大家倒在前面了，不好意思，过不去啊！对。嘿。哈哈。我下一次就会直接 out 了。阿贝，这一个吐，可恶，没有吐出去。有没有补子弹啊？从哪里呀、啊？哎，哇 ，Jockey，、啊、哇，我被僵尸打死啊！僵尸打死。后面有一只 charger 吗？走啊！手大大的。我是安诺呢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安诺呢？啊，都飞走了！我在打你干爹哦，我在你旁边看到你干爹哦，你还在换子弹，我要打你干爹哦！安诺呢？安诺呢？超好笑！安诺呢？安诺呢？可能是我真的拉不起。安诺呢？啊！哦哦，好拉起来！干爹，哎，干爹抓干爹就合情合理了吧？啊，算了，反正我没血。哎呦，哦哦、小雨，你好，你好倒啊！你好倒、啊！哇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你在干嘛、啊？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小雨，原来我是跳跳忍者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抖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来来来来，好像被电到一样。跳跳跳跳跳跳跳，抖得很开心。干爹抓你就抖。那個、感谢斗内，真是感谢斗内。应该玩到二十分左右吧，十点二十。嗯，差不多。他有五张不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比较长。
我手都有那个啾啾的声音，那个对对对，那个是小丑。你拿枪敲他鼻孔几下，十二下吗？嗯，会有成就。有彩蛋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要不要解一下、啊？我们解过啦。他就是穿，如果是那个麦块 skin， 他是穿那个锁链装的，他就是小丑。嗯。哎、欸，后面。啊啊！后面。不太远。车头！Biang！就是你，在跑啊！我车太远了，为什么打别人家的干爹？打一下嘛，去打一下嘛。哎呦，哎，制定好像没有成，哎，有吧？我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没有。那我们就可以制定，然后就。用那个什么、欸？怎么还是你啦？这谁造的？啊！救命！可恶，没有打他屁股，打他屁股！我这边是不是就有 tank 啦？对，印象好像会有一个 tank。哎！我受够你了，那个舌头。那个是谁？对，舌头是谁？是何兄，好，我打他有合情合理了吧？打他合情合理了。我说林峰。哎、欸，我都找不到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原地旋转一下，你怎么就从我耳朵旁边飞过去？又是你！哎、欸，何兄，你给我出来讲哦！给我跑啊！你再跑啊！完了，我落单了，我要跑了。这里，反正离太远了吧？没关系，你们走，他们不敢抓我。啊、他们抓我，他们就很难追上你。他们就……我突然想一下，他们就……快！等一下，后面有两个跳跳的，快点走啊！大叔，快跑啊！两只在跳的啊！我被撞死了，我直接被撞死，直接摔死吗？直接摔死，很猛啊！好爽啊！看他好强啊！地形杀，地形杀，超会，超会搭。最会撞就死。好了，知道很痛。等一下，救过。去找坦坦，找我干嘛？坦坦有糖吃。我没有。他撞歪了。哎，这是谁？又是你。哎、欸，就拉一下嘛！可以！烧到东西啊！不是烧东西了，哈哈哈哈哈！烧到什么东西？变火烤猪肉了！好棒棒！我刚烧什么东西啊？啊烫！跑哦 ！Go！ 啊！快点！过去了。没有，有只，有一只猪。有猪。哎。哇，这小枪我买啊！哇，后面好精彩哦！大叔，快进去！走，快走！你们快走！快走！进来了！先偷吃补包，进来了。哦，没差。先吃补包吃了。哦，哎呦，有毒！这两个啊，难过。
居然存活了！我跑到那边还算是跑蛮远的嘛。对啊。啊，那个转角真的很难跑。啊、真的。哎呦！我先看一下。好，小雨是这只。小雨是这只。先找小雨再。不能动干爹，我就动你。干嘛？嗯，有人没有拿哦。拿的